这个木栈道，走上去咯吱咯吱的响，太美了，灯红绿灯。哇，这个像人间仙境一样的，雾蒙蒙的，你看，这是人为弄的，放的雾是不是啊？哇，你看，这个雾蒙蒙的，像人间仙境一样的。好的，放雾。这人间仙境呢？现在走在这个栈道上，你看，这是它下面是水，它雾蒙蒙的，你看，就像个天上游一样的，像那个《西游记》里面的那个神仙在里面游来游去一样的。这真是人在画中游啊，像人间仙境一样的，雾蒙蒙的，非常漂亮。人间仙境呐，人在画中游，像那个天空那个云彩一样的。太美了。